等他们近一点再打，他们好像都过不太来。 这种半自动狙得打头啊，不然一枪不会死。他们坦克开进来，边。我看着他爆。 有吗？爆了，好像对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。哦，去一层。哦，这要是弹药箱该有多好！What？ 他们在站？他们怎么进去的？我都没看到有人。有一个在房子楼下，上去了。 处理掉了，但是底下还有很多要进来。Oh my god， 这移动的方式也太鬼畜了吧！ 哦，他楼梯有时候都不给爬。你们附近暂时没有敌人，他们在绕右边那边的树林里。 到你们右前方那栋房子，我在你后面呢。哦，你在我后面。我带了东西给你。弹药吗？哇，太爽了吧！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这个窗户超卡的，我再上去一点。 太感动了，我还正在担心马上要没弹药。感觉这个点第一个点美国人真的不好攻啊。 每次都会在这个点耗很久。啊，我补不到这个人。哦，有补到了。他们又开始走左边了。 进点了，对，他们进，他们在点外面而已，靠他们那一侧的外面。他们楼，你们楼下那个铁丝网加沙包堆起来，他们这完全进不来。 哦，What happened？ 我掉下来。No！
OK， 感觉危机暂时解除。感觉有弹药箱的话，这真的太 OP 了，这个位置。我还放了重生信标。你还放了重生信标，这太 OP 了。他们又在接近占领点了。靠近点喽！好多人。左边的人开始变少，我觉得他们开始走右边了。等一下啊，嗯，没有呢，他们是整体人变少了。右边有一台坦克在守着，那个半自动狙就是伤害低一点。大批人从树林里冒出来了，他们走更左边了。哦，哇，我被抓到了，去前面站点。他们终于抓到我。感觉瞄到没打到，我觉得他们站不下这个点，是因为楼下这个防御工事真的盖得太好了。重生那个吗？你旁边的重生点还没有，因为我现在狙击手死了，但是我人还，其他人还在。我死了。嗯，可是我看看哦，有我这个小队还有重生，还有狙击手。Holy shit！ 这重生信标的位置太鬼了吧！哦，可是他爬不进去那个中塔里面，有点可惜。而且你的人不会损失，你的人永远会被卡在那里。
他们现在有在打这里了。我的传令兵死了，我本来想呼叫炮击的。Oh shit！哦，点掉了。他加的人加太多了吧？Holy shit！ 那个钟 ，Holy shit！ 吓到我，突然之间哐隆隆。对，我要下去杀了，会被摔死。Nope， 差一点。我们的普马开到教堂里面来是怎样？我把机枪带到那上面去看看好了。Oh shit， 不行，这机枪后坐力有点大。他们在站点，他们在里面了。他们在尾端这里。我们从上面打他们，下面超简单的。我必须说，你这个重文信标的位置太屌点好像要掉，点好像要掉，近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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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掉了，太可恶了太可恶了，居然掉了，撤退，教堂变成他们的了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盯上面？怕了。他没有在轰炸。Oh my god！ 这荧幕晃的，难怪需要那个技能。Fuck！
这个窗户好嚣张啊！坦克还在哦，冲啊！啊，终于死了。哎，那个坦克那边很多步兵，你把那个位置……哦，有人标了，有人标了。我准备破炮那里。 我好像依稀看到那个教堂上面有枪打下来，有教堂上面有枪打下来，我现在标那个位置，你看要不要看看？我冲上去吗？不行，我们过不去，对，所以我们只能反狙他。但那上面真的有人在打。 靠！真的叫我被教堂打死。对啊，现在要自食其果了。他们还有我的弹药箱。没有，他应该不能用你的弹药箱才对。这样，这个地图爆炮就有用了。 看不到教堂的人啊，也差吧，他应该也炸不到太多了，哦，这个真的就是在刷击杀，我就一直轰同一个地方。 这反坦克炮的位置蛮好的，对啊，这个破炮能够一直轰，真的有点 OP， 我觉得。 不能蹲在弹药箱旁边用吗？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对，这样我连站起来补充弹药都不需要。Holy shit， 这好 OP
他们要输了。对啊，他们被轰成智障，他们真的被轰成智障。 Holy shit！ 他们根本不可能接近占领点，这太 OP 了，这太 OP 了，哈哈。 我这样蹲在弹药箱旁边炸，我真的就是连续，我都不用站起来，我就一直炸，真的是一直炸。这里来点炮火，哼<笑>，这里，哦呦，哼。 我把两个弹药架的弹药都打空了，然后进去点里面防守。真的破炮在不管在什么游戏里面，感觉都是破坏人家游戏体验的东西。 20秒，不知道这场我有没有完成我那个用破炮杀30个的任务？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。要连续还是？他是要同一场杀30个，我觉得有点多，说实话。